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Holy shit. Hey,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特尔纳斯。特尔纳斯这个英雄呢，在高端上还蛮常出现的。其次就是勇，关于勇呢，我们以后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一等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这边站一个位哦。由于没有龙马跟瑞克，都是一等神角，补了我们一技能强化伤害，成功拿到手杀，这样子挺赚的。我们的中路呢是龙马，这一场。龙马走中路呢不会很常见，但也是一个 OK 的选择。毕竟我们带来是魔攻嘛，魔攻物攻要均衡一点。这边呢我们有切人的优势，从旁边切入我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射他几家。他会觉得我队友在呢，所以他就害怕跑掉。所以呢队友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存在。顺带一提呢，这一次我们的辅助可是瑞克。瑞克辅助呢在高端场也是挺常见的。只不过呢，你的瑞克一定要操作够熟悉哦，够娴熟，否则呢，你只是一个送头的脆皮瑞克。右上角是建议出装 RE， 玩特或者玩勇的我都带觉醒，毕竟可以射出更多的普攻。而装备呢，出不出龙骨则见仁见智，龙骨剑 CP 值相当高哦，前期买它很强。那这里来一个洛克哦，先冲下我们辅助埋伏的位置，连射他两下。结果他们洛克竟然上了四等了。那这边我们的辅助辛苦他了，这边提名还不够哦，请我们吃一击瞬移炸屁，把我们晕在塔下。那幸好有弗雷塔保护我，弗雷塔呢就是射手的好朋友。玩射手呢，尤其的地方有很多刺客的时候，记得不要离弗雷塔太远。这边队友开龙呢，赶紧过来帮忙，快速把毛龙吃掉呢，非常重要。OK， 成功吃掉。那注意呢，吃掉魔龙之后，我们身上有红红的 buff， 这样子呢，我们对敌方会造成额外的伤害，不管是普攻还是技能，团战相当的强势哦。这也是为什么魔龙呢很重要。在这边蹲蹲，你看，敌方魔龙感觉是挺聪明的，毕竟这已经是高端场了。哎呀，我才刚出来，他就来了。早知道就多蹲个三秒哦。展示个大招，挺帅的这个造型。这边我们的大西呢可没有展示大招了，直接抓到敌方两个人，敌方两个人都挂了。这波可是相当完美的配合，顺带把敌方的防御塔点掉。OK， 成功摧毁掉游戏里面的第一座塔。塔能退就退哦，除了有钱之外呢，还能够取得地图的主导权，并敌方没有防御塔呢就不敢太出来，这样子我们就给更多的机会能入侵敌方野区。之后呢，我们推到上路之后，可以跟我们的下路换线，往下路移动。塔拉位置有点深哦，这边感觉可以抓到他，一剑全化普攻，直接带走，终于买出了雷电戟。魔龙还有大概30秒重生，那我看要先推塔还是先去支援，还是先清兵线，清完兵线再支援魔龙好了。哦，这边相当可惜哦，不然以为瑞克会双重起飞。能进魔龙快要出来，但下路有点塔的机会，我们洛克斯已经断了兵线了，快速把这塔点掉，别管他们塔拉了。那塔拉感觉会过来清掉这兵线，清不掉他就要，哦，他竟然敲挂了我们的洛克西，跟上他成功带走。这时我们队友还在吃龙，成功拿走那挺赚的。可是我们没有在魔龙附近，所以没有拿到那个 buff。这魔力有点不够，但特德其实没那么耗魔，魔力真的用完了就回家就好了。使用二技能加速追上。这边先点这个洛克，等洛克视野出来 ，OK， 又把他带走了，到我们的位置非常间接，这边门插翅难飞了。
多么希望这翅膀可以垂直往上飞起来。那没关系，复活之后呢，再赶紧回到身上支援。尽量跟队友一起行动哦，尤其我们是一个射手，有队友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被动才能发挥作用。哦，这一波总算射中敌方英雄，为我们广大特玩家们挽回点面子了。这塔快速点掉，有小兵就可以快速点掉了。玩射手一个很重要的呢，就是优先点塔，二天加速之后追过去射敌方洛克。OK， 成功带走洛克。刚提到优先点塔呢，有机会的话就快点把塔点掉了。有小兵的时候，特点塔速度非常快。马上就圣剑，马上圣剑能不能爆发机会有质的提升？再来吃第三条魔龙，哎呀，找到一个提米，使用大招呢，抗掉提米的晕眩哦。金娜瞬移冲了过来，想必我们要损不少血了。自己我们血量剩大概四成，先反杀金娜，然后提米也挂了，被魔龙炸到我们血量剩大概一格多一点。你这魔龙回缩了，哇哦！这时候有一个开火箭的洛克冲了过来了，那我们回家泡个温泉再出来。这边下路兵线还挺多的哦，先把它收割掉。毕竟要身为，哎，有个摩恩在，没点亮没关系，把古龙抢过来。下步兵线马上抵达，我们可以再吃一波金鸡。中路应该不会打架吧？这时候要打架的时候，我们要第一时间去支援。目前敌方人头是反超的，敌方是优势方，赶紧把红吃掉了，往中去支援。先射走的塔了，那躲过魔人大招，先把魔人收掉。然后大招预判他复活，先杀摩恩，然后是提米，完成双杀。往后拉一点，这地方洛克跑掉了。那这边呢？如果洛克去帮我扛的话，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凯撒吃掉哦。这边我人多，敌方人少哦。队友在追的话呢，我们得跟上火力支援。如果你不确定打不打得赢呢，或者敌方人比较多，就不要盲目的跟。跟也是有点技巧的。这边可以来吃个龙，兵线刷一刷，开始吃龙。这里我们可以再刷多一点的资源哦。射一个射手呢，把能够吃的东西全部吃掉是很正常的。而这边我们瑞克保护也保护的挺好的。这个蓝留给我们的达尔西好了，下面感觉人很多，稍微绕点路，不要被敌方直接抓。哎呀，被这个小精灵看到我们了，快速把红拿掉。中路准备应战，找个塔了，先射他一轮，往后拉一点哦。那看到敌方洛克跟金娜冲了过来哦，先往后拉。躲过敌方摩恩跟洛克一堆人，这是手反打，先收摩恩，然后是提米，就是洛克。敌方四人都挂了，剩下一个金娜，金娜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那看这一波，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点个塔。金娜应该是有大招的，先点高地。哦，金娜果然冲了过来。开了嗜血弓，刚刚买的就派上用场，把他晕着往后拉，尽量不要给他敲太多下，最后残血险胜。队友想要吃凯撒，这边队友帮我扛伤害才行啊。那又改变心意了，我们就先撤退，在远处安全的射他们，带走提米，提米复活甲，再一次。我跟着呢，应该是提米大招才对，持续在后面安全距离射，敌方挂四人，
这波终于是砍杀了，那洛克西帮忙砍。洛克西本身就很硬哦，还有回血，是一个坦凯撒的好选择。来找魔恩单挑，先刷一刷附近的资源。这边我们疾走跟四水攻都已经好了，还有一把死神镰刀。这时候进入了后期的推塔阶段。哦，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洛克西被围殴，这边我们少一个人哦。运掉这魔恩，先把魔恩剩一滴血，疾走赶紧逃，往后让一点。哎呀，这边我们应该先射掉后面的金娜才对，那没关系，受了这个塔了。有地方魔恩也死掉了，应该是被我们的魔龙 buff 能烧死的，中塔还点掉。OK， 就一个金娜。那算了，点地方上路塔。这边有一整波兵线，但地方洛克已经复活了，我们还是小心一下洛克。如果不要连到我们呢，会很麻烦。我看这边先撤退，等队友来。棘手的冷却中，但敌方瞬移抓我们了，可不好跑。这边先开加速逃命。哦，追到金娜想干嘛？直接把他晕在原地。先收金娜，打开嗜血弓，吸回一波血。那嗜血弓已经过期，我们剩一半血，来找颗古龙补一补命。但我们洛克西看起来他也需要哦，他血量这么惨，应该先回家。这里队友快乐集合，我们继续蹲这个草，希望能再蹲到一个人。果然来个提米，哎呦我的天，这叫擦肩而过。开机人请他们是弓箭，持续的射，持续的耗血。这边抓到一个提米，提米开复活甲，提米复活，我们血量剩两个，有点残，但是嗜血弓已经好了。敌方三路高地全破，他们人都还在哦。哦，这波金娜顺利过来，我们吸回一点血。这边跟敌方同归于尽，那我们队友全部死光，敌方竟然还反拆到我们家门口了。哦，这边好像要，幸好我们的超级小兵呢扛着了外面的那个兵线哦，注意看。那个超级小兵 MVP， 那如果没有这个小兵兄呢，我们的珠宝就已经爆炸了。那赶紧抓紧机会反攻，这里方挂两人。那我们洛克还抓到敌方摩恩，洛克蹲在这打出洛克复活甲，再把洛克击杀。OK， 这边敌方挂四人圣经呢，那龙就不吃了，我们直接去拆敌方珠宝。那个小兵兄呢竟然还在哦，完好的，那跟我们推着上去，最后敌方投降认输，我们的 MVP 小兵呢竟然还没死。那以上呢是我们带来的一个超级小兵拯救世界的故事，拯救了我们的一颗星星。顺带一提呢，每个礼拜的1357晚上大概7点的时段，我们都会开直播在 Nano Life， 欢迎大家来一起看一起玩。那我是三个人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